欢迎来到 HSK 二级标准课程，我是 Rachel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3课的内容。门开着呢，哎，跟我一起来读，门开着呢。OK，the door is open。好，那么，哎，首先我们来一个 warm up，将图片和词汇一一对应一下。好，第一个。哎，你先来读一下。You can try it first。铅笔，哎，铅笔啊，pencil，铅笔。哎，我们选择 C。OK，好，第二个，手啊，hand，手。哎，我们选择 A，手。好的，第三个，宾馆，宾馆，啊，hotel，宾馆。好，我们选择 F，OK。好，第四个，拿啊，take。拿，对不对？拿，好，我们选择 E，OK，好，第五个眼睛，对不对？啊，眼睛，好，眼睛，eye，哎，我们选择 OK，B，好的，第六个，哎，最后一个啦，路口。路口，crossing，路口，哎，我们选择 D，OK，好，非常棒。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啊给这个动词加上宾语。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There is，for example，好，这里有一个例子，哎，学汉语，对不对？好，那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第一个，下，哎，下什么？下飞机可不可以？OK，下飞机啊，get out of a plane。好，第二个，坐，哎，我们可不可以说坐公交车呀？哎，坐公交车。Take bus，坐公交车。好，第三个啊，听音乐可不可以？哎，听音乐，listen music 啊，Do you like listen music？OK，好，下面上。哎，我们可以说上学可不可以？OK，上学，go to school，上学。好，我们还可以说上课啊，上课，have a class。哎，我们正在上课，对不对？哎，we are having class，我们正在上课。好的，下面送啊，送 sent。送，我们可以说送礼物，哎，送礼物，send your gift。好，最后一个啊，拿，对不对？哎，我们刚才说了拿铅笔，OK，拿铅笔，好，拿铅笔。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内容的学习。好。哎，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单词 new word。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啊，这啊，it's their tongue。这啊，used to indicate a state 啊，它表示一种状态。OK，这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课文 text。There is A and B。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啊。门开着呢，哎，
门开着呢，请进。Eyes are tattle, right? 门开着呢，请进啊，come on in。好，请问张先生在吗？啊，请问张先生在吗？OK，好，他出去了，他出去了，你下午再来吧。哎，你下午再来吧，afternoon。OK，好的，谢谢，好的，谢谢。OK，好。哎，那么我们看，哎，这里有一个，刚才我们说了这，对不对？OK，这，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啊，What's meaning？这，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OK，here，这是一个结构助词啊，the structural particle，结构助词。A verb followed by the structural particle 这 can indicate the continuation of a certain state 啊，它表示状态的持续，哎，表示持续。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examples 啊，我们看一下例子，我们就会了。跟老师一起来读，门开着，哎，这里。门开着，OK，the door is open。好，第二个，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OK，好，第三个，他拿着铅笔。哎，他拿着铅笔。OK，好，非常棒。好的，哎，we can conclude it。哎，它这里是 subject 主语，对不对？哎，主语加 verb 动词加这啊，加宾语。OK，object。好，那么，哎，sometimes the object is not high. You can look here. It's not high, right? Sometimes, OK. 好，那么，哎，我们来看一下 negative form 啊，在否定中，may is added before the verb. may 哎加在动词的前面。OK，look at here. 没，对不对？OK，没，好，我们一起来读啊。门没开着，门没开着。Express the door is closed, right? The door is closed. 好，那么，哎，我们来看第二个。他们没穿着红色的衣服，他们。没穿着红色的衣服，哎，我没穿着红色的衣服，对不对？我没穿着红色的衣服。好，第三个，他没拿着铅笔，他没拿着铅笔，哎，我没拿着铅笔，对不对？我没拿着铅笔，OK，好，非常棒。哎，那么我们来，we read some sentence. I write here. 我们来读几个句子啊。同学们在教室里坐着。哎，这同学们在教室里坐着，students are sitting in the classroom. Sitting，坐着。好，第二个句子，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OK，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哎，穿着，对不对？OK，穿着。好的，哎，那么我们看完了这里啊。好，那么 at last，哎，这里 in the interrogative form 啊，在这个疑问句中，interrogative form 没有 is added at the end of sentence 啊，它加在了句末，对不对？at the end of sentence，OK，look at here 啊，没有。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啊读一下，看看，哎，what's the meaning？好。跟老师一起来读，门开着没有？哎，门开着没有？啊，in here it doesn't express the door is not open, it's closed. It's expressed that the speaker doesn't know the door are open or closed. Okay? 他不知道门开没开，哎，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OK，好，我们再来读一遍，门开着没有？哎，门开着没有？OK，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没有？哎，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没有？好，哎，我们来看第三个，他手里拿着铅笔没有？他手里拿着铅笔没有？The speaker doesn't know, right? Speaker don't know. 好，哎，我们学完了这个，这，好，那么我们回到课文中。OK，好，我们刚才学习完了第一篇课文。好，我们来看第二篇课文。好，那么我们来先读一下单词，跟老师一起来读。手，哎，手，hand，手。好，第二个，拿，拿，哎，拿，对不对？拿，to hold，to take，to bring，拿。好，第三个。铅笔，哈，铅笔，right？OK，铅笔，pencil，铅笔。好，第四个，哎，it's a name，杨笑笑，OK，杨笑笑，哈，好，那么我们一起，哎，来读一下课文。Here is A and B，哎，跟老师一起来读啊。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啊，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我知道她的名字。我知道她的名字，她姓杨啊，姓 family name，她姓杨。叫杨笑笑，啊，叫杨笑笑，她姐姐是我同学，OK，她姐姐是我同学，好，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我不认识啊，That one I don't know。我不认识。OK，好，非常棒。好的，哎，我们继续来读一下单词。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啊。第一个，班，班，哎，班，class，grade，team，
We are class, right? 我们是一个班的班。好，第二个，长，哎，长，to grow, to develop，长大，对不对？Grow up，长大，长，好，非常棒。笑，哎，笑，to smile 啊，笑，right？笑，to laugh，笑啊。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啊。Here is A and B。哎，跟老师一起来读。听说你有女朋友了？哎，听说你有女朋友了？我认识她吗？哎，我认识她吗？好，就是我们班那个长着两个大眼睛，哎，非常爱笑的女孩儿，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就是我们班那个长着两个大眼睛，大眼睛，非常爱笑的女孩儿，她不是有男朋友吗？哎，男朋友 boyfriend，她不是有男朋友吗？那个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OK，X，right？那个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OK，好，哎，我们读完了课文，这里有一个啊，不是，巴拉巴拉吗？好，哎，不是，巴拉巴拉吗？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不是，巴拉巴拉吗？OK，here，那它是一个反问句，反问句，不是巴拉巴拉吗？好，我们来看，不是巴拉巴拉吗？is often used to remind someone of something or to show confusion or dissatisfaction。啊，它是提醒或者表达说话人的不理解，哎，不满。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不是说今天有雨吗？啊，这里，不是说今天有雨吗？怎么没下？嘿，好，不是说今天有雨吗？啊，雨，rain，怎么没下？OK，好，第二个，你不是北京人吗？啊，你不是北京人吗？Are you from Beijing？怎么不会说北京话？哎，怎么不会说北京话？OK，好。第三个，她是你的女朋友？啊，that she is your girlfriend。她不是有男朋友了吗？OK，好。他不是有男朋友了吗？OK，好，非常棒。好，那么我们哎来看一下，I write here some sentence。好，我们一起来读几个句子啊。你不是说今天休息吗？啊，you have a rest。你不是说今天休息吗？啊，好，下面第二个，那个穿红衣服的，那个穿红衣服的不是王老师吗？看，这是王。那个穿红衣服的不是王老师吗？啊，OK，好，这个是不是巴拉巴拉吗？哎，好，非常棒。好的，我们回到课文中。哎，好，下一篇课文。好，那么我们哎，还是先来读一下单词，跟老师读一下单词啊。
好，第一个，宾馆啊，宾馆 hotel，宾馆。好，第二个，一直啊，一直 street or along，一直。好，第三个，网，哎，网啊，what's meaning 啊？We will learn it later。好，网，好，下面路口，哎，路口，路口，crossing，OK，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Here is A and B，哎，跟老师一起来读啊。请问这儿离新京宾馆远吗？啊，我们之前学过离，对不对？Far from。好，我们再来读一遍。请问这儿离新京宾馆远吗？嘿，不远，走路20分钟就到。啊，就我们之前也学过，对不对？不远，走路20分钟就到。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哎，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啊，往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OK，好，我们哎学习一下这个往啊，what's meaning？往，好，我们一起来看。OK，here，往，它是一个啊 preposition 介词。OK，往，the preposition 往 is often used to indicate direction。好，它表示这个方向 direction。好，那么我们啊一起来。读一下啊，examples，哎，跟老师一起来读。从这儿往前走啊，从这儿往前走就是我们学校。从这儿往前走就是我们学校。OK，好，it's our school。好，第二个，你看。往左走是医院，往右走是银行。啊，turn left 啊，is a hospital. Turn right is a bank. 哎，往左走是医院，往右走是银行。OK，好，非常棒。好，我们继续读。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啊，go straight。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OK，好，非常棒。啊，我写几个句子。I write here some sentence。好，第一个，往前走啊，往前走。好，go straight。好，第二个，往后走啊，go bike，right？go bike。好，第三个，往左走啊，turn left，turn left。好，最后一个，往啊，往右走，哎，turn right，往右走。好，那么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啊，往前走，go straight，啊，往后走，go back，往
啊，左走，turn left，啊，it's turn right，往左走，哎，往右走，turn right，OK，好，非常棒，好，那么我们哎学习完了这个啊，往，哎，you can ask the people when you're missing，啊，当你迷路的时候，你就可以问，哎，往哪儿走啊，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哎继续来啊，刚才学完了这个篇第四篇课文《On the Road》网，好的，那么哎，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好不好？哎，我们来，Let's answer it。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张先生去哪儿了？哎，Where's John？张先生。去哪儿了？哎，我们说张先生他出去了，对不对？Gone out。张先生他出去了。好，第二个，杨笑笑是谁？啊，杨笑笑是谁？我们说，哎，就说他姐姐。他姐姐是我同学，他姐姐是我同学。好，第三个问题，他的女朋友是谁？啊，他的女朋友是谁？OK，就是我们班那个长着。长着两个大眼睛，非常爱笑的，哎，非常爱笑的女孩儿。OK，就是我们班那个长着两个大眼睛。非常爱笑的女孩儿，OK，好，非常棒。哎，下一个前男友是什么意思？哎，前男友 X，right？OK，broke up，broke up。好啊，我就不写了。哎，最后一个去新京宾馆怎么走？去新京宾馆怎么走？啊，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OK，再往右走。好，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我们啊，在这里，哎，我们再来回答几个问题。他，哎，怎么样？这里给了一个拿，他拿着铅笔，可不可以？啊，他拿着铅笔。好，第二个。他穿着啊，他穿着白色的衣服，哎，他穿着白色的衣服。OK，好，第三个，电视，哎，电视开着，电视开着。好，最后一个，他啊，开 drive。他开车呢，他我们可以说他开着车呢。OK，same meaning 啊，he drives the car. He drives the car. 他开着车呢，他开车呢啊，same meaning。好，非常棒。哎，那么啊，我们来看一下 pronunciation。好，跟老师一起看 the intonation of an imperative sentence，祈使句的句调。OK，祈使句的句调。好，
When the tone is polite, the whole sentence is said in a low pitch, the first clause ending in a slightly raising intonation, and the whole sentence ending in a smoothly falling intonation. 它的全句的啊音高比较低。Okay, the whole sentence is said in a low pitch. 全句的音高比较低。第一个分句末尾语调略升。The first clause landing in a silent rising. Silent rising.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分句的末尾语调略升。全句末尾语调降缓。哎，全句末尾语调降缓。好，那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 ，feel that， 跟老师一起来读。哎，我们先来看这里，嗨，让，快点儿，请啊 ，the first， right， the first， 它是，嗨，老师在这里写一下，它是略升的。哎，略升的 ，raising。好，那么它的全句末尾语调是缓的，对不对？哎，好，那么啊，我们一起来读啊，跟老师一起来读。让我们休息休息吧。啊 ，Can you feel that？ 让我们休息休息吧。啊 ，Let's have a rest。OK， 让我们休息休息吧。OK， 好，非常棒。好的，哎，第二个，好 ，here raising 啊 ，raising， 好，哈 ，here's falling。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快点儿下课吧，啊，快点儿下课吧，啊 ，over。Over the class， 好，快点儿下课吧。啊 ，Can you feel that？ 快点儿下课吧。OK， 好，非常棒。哎，那么，哎，我们来看第三个。OK，here's rising。啊 ，here's falling。请坐吧，请坐吧。哎，请坐吧。哈，请。坐吧 ，OK， please sit down， 请坐吧。好，那么我们啊一起再来读一遍 ，OK， 跟着老师再来读一遍。让我们休息休息吧 ，Let's have a rest。让我们休息休息吧，快点儿下课吧，啊，快点儿下课吧，请坐吧，哎，请坐吧 ，OK， right。啊，非常棒！好的，那么啊，我们啊，最后来看 characters。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reticle。啊，第一个金，哎，跟老师一起来读金，金，金字旁啊 ，the reticle 金 is usually related to X or the action of cutting 啊 ，cutting。好，一般与这个斧头啊砍削的动作有关。哎，斧头 X 和这个砍削的动作有关。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characters， for example characters。OK， right here。好，第一个，哎，第一个，心啊，跟我一起来读心。哎，我们是不是今年经常说新年，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啊，新年快乐，新啊 ，That means new，OK，、okay, That means new，OK、okay, here， new 啊，新，新的衣服，对不对 ？New clothes。新的衣服，哎，好啊。Where's the radical? Okay, here. 新金啊，金
OK，金新 new 新好，哎，下面呢，锁啊，the next one，锁，place 啊，it describes some place，锁，OK，right here。Here, right? Same position. 锁，哎，锁，好的，非常棒。哎，我们经常说，啊，我们经常说派出所，派出所，that means office. That means place office, place office. 派出所，派出所，maybe it's difficult. 好，哎，下面呢，第二个，OK，here，夜，啊，the next character，夜，OK，here，夜，哎，叶子旁，the vertical 叶 is usually related to the human head or face，啊，与人头，面部，面。有关系，yeah，好的，我们啊一起来看一下，the characters，第一个盐，哎，颜色对不对啊？我们经常说颜色。哎，颜色啊，你喜欢什么颜色？盐。But in Chinese, ancient Chinese, 盐 means face. Look, 盐。好，我们来看一下，where's the red one？啊，yeah，right? Yeah. Okay, here. It's ugly. Okay. 颜色，in ancient Chinese，颜，好的，非常棒。哎，我们现在有一个the new word in young people Chinese we obviously 颜值，对不对？I write it，颜值。哎，我们经常说你颜值真高，That means you are so beautiful。It just means you are so beautiful. 你颜值真高，哎，你颜值真高。You are so beautiful. 你真好看，对不对？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哎，that next 虚，哎，next character 虚，哎，beard 胡须，对不对？I write here. 胡须，OK，胡须 beard，那 is also related to a face, right? Look，OK，here，须，叶，对不对？The radical 叶，radical 叶，OK，好，非常棒啊！我们再来读胡须 beard，胡须。好，那么我们再把这几个词读一遍啊。第一个，新，哎，新，new，新。好，第二个，锁，哎，锁，派出所，place office，派出所，锁。好，第三个，盐，哎，颜色，颜值。啊，颜值啊，you are so beautiful，你颜值真高。好，最后一个是须啊，须 beard，须。好的，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哎，我们刚开始学了这个遮，对不对？遮，OK，here，遮啊，结构助词遮，structural practical。结构助词啊，表示这个 state 持续，门开着呢，the door is open。
啊，门开着呢。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我穿着白色的衣服。I got white clothes。我穿着白色的衣服。这好，那么它的 negative form，我没穿红色的衣服。啊，我没穿红色的衣服，门没开着。啊，the door is closed，门没开着，没啊，negative form。OK，here，look at here，没啊，remember the position，没。OK，好，那么后面我们还在这儿，哎，没有。好，我们来读啊，门开着没有，对不对？门开着没有？哎，没有。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没有？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没有？OK，好。那么我们后面，哎，还有不是巴拉巴拉吗？表示这个不理解、不满。不是说今天下雨吗？啊，不是说今天下雨吗？啊，不是巴拉巴拉吗？好，你不是说今天休息吗？OK，here，你不是说今天休息吗？哎，不是，巴拉巴拉吗？OK，remember it。好，那么哎，我们还学习了这个往，对不对？往前走，哎，go straight；往后走，go back；往左走，往右走，哎，turn left，turn right。OK，好，往，哎，when you're missing，you can ask people 往哪儿走啊？往哪儿走？哎，where can we go？好，哎，我们最后呢还学习了 pronunciation，让我们休息休息吧，啊，让我们休息休息吧，啊，我们快休息了，OK，好，请坐吧，哎，请坐吧，OK，好，非常棒，哎，最后呢我们学习了这个今啊，我们有这个词心和这个锁，对不对？还有最后我们学习了 yeah，哎，有这个言，还有虚，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学习完了。嗯，回去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啊复习前面的 rehearsal before what we learn，啊，还要学习复习啊 rehearsal what we learn today，啊，学习今天我们学的。好，那么下次课我们再见吧。OK，好，再见，拜拜。